节目来，尽量去分享他对于 fashion 的一些想法。那不一定，是大家更想是要说，女孩子啦，我们要穿一个内衣，穿到最重要是要舒服，然后也是我们要穿到可以提高我们的胸部，也是很重要的。我们穿了那个内衣，我们要提高我们的内心性啊，对吧？我们是女孩子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对，没错，就是胸有成竹啊，就会有提高我们自己的。所以这是为什么除了自己身上穿的一套睡衣给我们看之外呢？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？其实睡衣也大概有一些不同的款式或者是图案的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我们女孩子一定知道的。没错，没错。现在有很多的，有一套也是有啦，两套有那个分开式的也有，整套的也有，是是很多花纹，对不对？那个花纹有花花啦，是，然后也是有小圈点，那个很可爱的，我们蛮颜色也是很多。多颜色的，比较可爱。我觉得小美女穿的衣服的时候，不要穿得太暴露啦，不要太性感了。但是她穿的好像你说比较卡哇伊呀，比较调皮啊，那个颜色比较光一点，比较亮丽，比较好看。然后也是我觉得如果你穿白色的衣服，不要穿那黑色的内衣，哇，那个好像太性感啦，小美女穿到比较可爱，比较好看的。是，没错。那这些呢，可以当成是礼物送给客人。是啊，好像我们朋友们呐，好像你要送给你的好朋友。生日，我的朋友一定会送给我的，可以做一个大的 collection。